骑行爱好者涌入运动之城青岛，他们为何对这座城市如此痴迷？就让青岛市健康形象大使张金坤骑上他的喜德胜 XLab， 带大家用他的视角感受一下青岛魅力。张玉飞，我就不信你敢跳！哎呦，张玉飞，一根到两根断了，那这个位置上，它这个形态又不是很好。这个你们就正常在这儿在玩啊，玩跑了。OK， 开机。哦，这个的。够不够杀劲？够。拿不拿得住人？后面是没有镜头也够了是吧？